黄芳此时走向蔡京，在也这个大门上。你不要看黄芳此，黄芳此的服装很好，连首相蔡京都佩服他，因为他们出使两岸同破，地皮啊捐金了，把地方上头整个的民脂民膏通常都刮净了。他现在弄了有他二百万人加到他家来享福了。他住在武威郡啊，他演的九江府的人了。九江府呢，就是首相蔡京的九位少爷。你不要看首相蔡京虽然是大奸大恶，虽然是个坏人，福气倒不错。九个儿子都是得字排行，龙虎彪豹行斗黄文章。第九个儿子叫蔡德章。第九个儿子今年才多大呢？29岁。啊，29岁的人呢，就跑到九江府来抓知府的硬把子。这个嘛有句俗语的，过去嘛都这么一回事啊，朝内无人就没做过官呢。他这个嘛是金光他个老子的后台恩啊，他要干这恩呢，所以他到此地来嘛就抓九江府的硬把子了。但是他个儿子临出京的时候呢，首相蔡京就关起他家儿子啦，说儿啊，凭你的学问，凭你的资格啊，不能抓九江府的硬把子，你太能了，有很多的你都不懂啊。但是你到任以后啊，你要跟你家师兄黄某，他住在对江的武威郡，你要跟他稍微多多的联络联络，那人的下文也不在威风之下。你看看瞧，黄芳此的服装好呢，公事说的话啊，文学很高，连首相蔡京都佩服他。九江府大人嘛，头一家拜客嘛，就过江了，就到师兄的地方去了。要如果说谁想又到大凡小事嘛，一年的事情都说把师兄请上来，请师兄帮忙，请师兄在这个替他解决。所以黄芳此就经常过江来，经常过江嘛，他就别走无头啊，一站上来呀，他坐到架子里头，都要走青阳楼店门口经过。要如果说这么里头包嘛，就到九江府的府衙门去吃东西。要如果肚子里头饿了怎么办呢？就在青阳楼稍微坐一坐吧。头两次坐在青阳楼前呢，倒也好好，吃过之后现钱交易，叫手下人就把现钱。但是吃了三两次下来，黄芳此在临上望来一望，一看看见，哎呀，哎呀呀，啊，生意好呢，我每次来都是看见满足啊，就这个名地呀，老板弄的钱至少不再少出啊。来，小二，好了。你把你个东翁请上来啊，就是了。他举行预备其他的包打了，预备弄老板的钱了，把老板喊上来。老板听见二老一喊，他们当面上来了。二老，我小人开青江楼的叫二老一请见。东翁，你这边保管的东西好呢？你看看瞧，我吃的那个保管的东西啊，我这件件都合适。好了，你让个谬赞了，要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呢，你让个尽管指出来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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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五个厨房里头的锄头，
早上三个月两个月我就换了，为什么呢？弄出来的东西不合口味呀、啊，你个的菜我才渐渐都透口。我请二哥把你早上来不到旁的呀、啊。我有句话要跟你谈谈呐、啊，好了啊，刘长官尽管吩咐。我们经常故障了，这是你晓得的。副转大人嘛，就是我们老恩师的第九位少爷，因为他有什么事情嘛，都不要找我，稍微碰碰头呢，研究研究呢。我经常故障呢，我这个经常故障啊。我走到你这个地方，早上都留了，我就到你这个地方来，我就弄着没得。我还有个身上有钱的，还有个身上不得钱的。要如果身上有钱吧，当时就把钱捡了；要如果身上不得钱的，其实我走了可不能走嘛吧。我这个人欢喜啊，要把话说在仔细，我跟你立个账头子，好不好？先结算账啊！谢谢二老，老百姓里头有话好讲嘞，求之不得嘞。你要如果说是在我们门里头常来常去嘛，当多少主菜恶席呢？你那个账头子太好了。那下又走三月里头，一直去到四月底，到了四月底嘛，就三张条子嘞。像木一节的张条子，过去嘛是一年三节哎，到了端午节嘛要三张条子嘞，将将到了五月初，四月底下来初一里头，二老爷来了，老板想想我就不至于过奖了。二老啊，我叫二老爷心想，你上来有什么事？二老，你让干呐？今年是一年呐。吃了一切下来了，你让他的转账账条子在这块。二老爷把他接过去，再抓到手上，望来一望。好，你的这个账啊，都跟我家里头差不多。他们手下人家去都几张呢？32挂零。一洗着他32挂零。跟你让干嘛就不是干旁人嘞，这个嘛虽不大个几口的话，无论如何都要照本抄好呢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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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我今儿个身上没带钱啊，没有带钱嘛，这样子呢，你明儿个就辛苦一趟呢，就顾好讲呢，到公馆里头去，你就在门房里头，叫门房里头的人到厂房里头去，把32把的零头嘛，就是下节并起来一起说啊啊啊！谢谢二老爷，这钱还不准吗？二老爷亲口允许的，老板第二天就顾讲了，顾讲到了门房里头，门房里头随时到厂房里头去，厂房现在就回头不得这条好。二老爷没管过，老百姓里头有话，这个也不成问题。老板家来了一不等钱用，一上过了端午节，二老爷到又到楼上来去救了。老板上来了，二老，二老，你让个那个转账，我过江去没拿到钱啊？岂有此理呀！竟然没拿到钱啊！我家去就叫账房里头挂一条号起来啊，把这个钱就准备好了。他们说的，说二老爷没管会，没得这么一条号。我的些手下人呐、一天到晚的呀、嘻嘻哈哈，他得把这件事情完了忘记的了，不谈了。你不等钱用啊，我们下节并起来一起算了。谢谢二老爷，下节并起来一起算，这个钱嘛，他也跑不了了。那下一场到了半月节啊，到了中秋佳节，到了半月14的这天子，二老爷又到楼上来去救了。二老爷到楼上来去救，老板又把块
这个账条子拿得来了啦，你让看这张账条子，七十两挂零，两节并起来啊，一起七十两挂零啊。连你人个，连你的是教父啊，手下人呐、啊，他们就是偶尔过江到地方来吃啊，都是谁的你人个账头上的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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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这样子呢，你明儿个过江，你到我账房里头去拿啊啊，就是了。以为第二天再跑来去拿他到了，又回了，把他再调好。到了拜节之后，二老爷道又来了。过去是又告诉二老爷，二老爷就说了说压死压死压死，我说话再这么灵了吗？啊，居然对他们说不得再调好啊，不然呢年底还起算呢，就到年底还起算。到了腊月二十嘛，老板要关门了，关门了不出钱你要收账了。二老爷来了就把个账条子就递了给二老爷了，说并起来一包两挂零。二老爷承认把一包粮几两零头明年子新年一起带你进菜。到了腊月二十一节这一天，老板就天天小花子热热一小花子，那叫小花过去啊，门房里头回的不得再调好，账房里头回的什么得再奔账，一直跑到头晚上，跑到前朝晚上。哎呦，老板急死了，不是两年举行家来嘛，开发开发旁的这户呢，这个门房里头的人也不许他进去，说二老爷，二老爷在家里头呢，在花厅上呢。老板就在后门马儿摸的一直摸到他家后门里头，到了后门里头随时就问人花厅在哪块，那是二老爷站在花厅上走来打去，年事已经办了差不多了，就进单元单了。老板一看看讲，好啦，我小人开青羊楼的家二老一青羊，等我，请起啊啊！金二哥到已经三朝晚上了，你怎么有功夫来的？好啦。你让他那个转账啊，我一查跑了三天下来，到今儿个房完都没拿到，他们账房里都回的说的把他这条好压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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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居然的回你把他这条好啊啊，来你们到账房里头查点一下的，要如果说把他这条好，你就说我说的，赶快的拿一包粮来，拿一包粮来给老板拿了走，老板你放心，先把一包粮把你下雨的零头新年带你进菜啊，好好好，谢谢二老爷。哎，妈妈啊，你起来，你走哪块进来的啊？这个那个走大门啊，爸，我没走大门，没有走大门，你走哪块进来的？我走后门。后门啊，啊，我后门请二哥封锁起来了。那，你往啥？我花厅上头啊，大花瓶不得嘞。金二哥一里头哎，不晓哪块来的一个贼哎，跑到来就把我大花瓶搬了，跑到来我那大花瓶啊，古火啊。上朝的啊，我的花瓶值钱的啊，我到尾巴个地方喊他来，我叫他把后门封起来，我就限他无论如何金二哥要带我把大花瓶找得来，新年头里头让他过来拜年，把他个大花瓶摆在这个上头，想去什么花呢？你怎么从我后门进来？我后门封锁得好好的啊，我明白了，你这个要账是唯有啊，你一定是跟伊犁的头家牌子的那个走啊，是痛痛一累啊。好了，再来我这个拆牌子跟花瓶，有了底了，有了底了，有了底了，我大花瓶是靠得住了，
来人呐！哎，儿子，你到我那干铁链把他收起来，你到我把他送到对象的他花钱叫他花钱赶快的坐堂，坐堂打他四十小鞭子，不然如何叫他走？究竟我金二哥一里的这个花瓶给拆牌不到了，是哪个再来偷的？这个再一定是跟他通通一类，叫他把他赶快的交出来。哦哦哦，就是了。老板这一听，好了，不能玩了，好了，没生意人呐，没今个敢偷菜牌子、偷花瓶的，再统统也累的呢，没精神也不干呐，好了，无论如何啊，不能把我打了关起来，我们还要混混的，我还要开店，我还要做生意。哎，我这个人呐，心就直。我这个心太弱，你爸爸在这开一张纸球，你这个野球嘛，我当然我也不能慌你了，不谈了。本来嘛，刚才来了个人，说要如果花瓶追不到的话，菜牌子要如果不送得来的话，他那个地方有个花瓶菜牌子，让家家里头去买，引起年底下要钱用，准备买一百两。你这个又来了个一包了，我不是飞来货吗？不谈了，你就把这个一包两箱这两包买这个花瓶跟菜牌子来，新年带你一起进菜，你看好不好呢？啊啊，好呢，就这样子，你滚了，好好滚滚滚滚滚滚，老百姓里头都饿死了。他吃了一年的包大，我小花钱贴到了大概总有十头半条，到临了还要把我打了架起来，居然的还要叫我在这一口住到牢里头，可要死啊啊！你有钱就死啊，你恶贱了。所以老板金二哥一看看见他来了，哎，但是今年子二老一岁杨库强有死啊，不弄清洋楼了。不好意思来了，但是老板在这可以看看见他的轿子要到了，小辉沙丁哥上店门上，主顾家已经来了，就这么个主顾家，不是八千的主顾，是七八大的主顾来了，上店门呢，店门还没上起来呢，叫他已经到了门口了。二老爷坐在轿子里头，一位一位，果然这个轿子的年代又多了。你看看这个鱼啊，这些把身上都打草了。来啊，嗯，家人一走走到他轿旁边，就把个轿帘子下来一点。你们身上打的几草零散？哎，二老。我们身上这些就跟水机差不多。哎呀，我轿子里头也不能坐了，这个雨啊，还这么大嘛？前头到了哪块了？哦哦，好了，将将到青阳楼的店门口。哦，青阳楼，嗯，二老一心里头有话，今年子还没有照顾过他呢。最好不过金二哥就到青阳楼走了玩玩吧。来，青阳酒肆杯啊，上！